十二分要来追踪到是昨天权证投资人看多的前十档的标的，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到，刚才 FTPK 陈宏呢，昨天开低之后，最后拉上涨停板，三大法人趁机进场来捡便宜，但是我们看到，似乎呢，这个散户并没有明显的透过权证来进行看多这档个股。我们现在看到昨天权证投资人看多标的前十名呢，这当中的产生是来自于呢，买进认购加上卖出认售这些相关看多权证呢，在昨天成交金额位置的前十大的标的哦，整体在画面当中呢，分别包括了昨天股价表现也是相对强势的，2498宏达电成了权证投资人昨天看多标的的第一名，成交的相关的权证就高达了4377万，而第二名呢，昨天股价表现也是相对的亮眼，有3%以上的涨幅，是面板龙头3481群创，相关看多权证的成交金额有3377万。至于呢，面板周边的瑞仪成交了2790万，第四名则是纺织股当中的力擎，而第五名是跟陆股连结的保护生。至于6到10名权证投资人看多的标的呢，还包括了8942的森巨、太阳能当中的中美金、生技当中的美食、光通讯当中的联军，以及呢 LED 龙头金电。而针对这十档看多的标的呢，所连结发行天数在10天以上，并且成交值位置在昨天是前五大的热门权证当中呢，要帮您观察出来的重点就是买进价的隐含波动率，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买进价隐波表现稳定的标的哦。这重要性是在于说，未来若是要将手上的权证呢卖回给原先发行的券商的时候，这个价格是不是能够卖到合理的价格了？现在观察到2498宏达电呢所连结的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观察出来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橘色的这条富邦 CU 代号039489。3481的群创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则是橘色的亚东 LU 代号039196。而6176的瑞仪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最上方的紫色元大 G1 代号038051。而4426的力擎，我们来看到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则是呢绿色线条所代表的元大 K4 代号038306。而0061保护生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最上方橘色的元大 J1 代号038258。再来8942的森巨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橘色的群益 WP 代号720752。而5483中美金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是紫色的凯基 QV 代号720155。至于1795的美食五大热门权证当中，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深蓝色，就是最中间的这条 UY 元大代号721108。至于3450的联军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是绿色，就最上方的这条永丰 3Q 代号039479。而再看到是在2448金电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最上方这条橘色的 FT 中信代号039610。以上是特别在节目当中为您整理出来呢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热门权证哦。还有更多更详细的资讯内容，请上我们在 FB 上面的 MoneyDJTV 的粉丝页来做进一步的查询了。